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363面，363面最后一行。从第二句看起，上法华云：“成就四法，当得《法华经》。今则法藏大师说法一切誓愿，悉皆圆满成就，故得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法华经上的四法是从果讲到因啊，这个例子在佛法，在中国传统都常常见到啊，先从果，然后再从因。我们把它反过来看，啊，我们怎样学，才能得到诸佛护念？那第一个，首先要发救一切众生的心。这个愿不发，跟佛菩萨的愿心相违背，他就是想加持你，也加持不上。啊，这一句就是四弘誓愿里面的第一句：“众生无边誓愿度。”啊，首先要发这个愿心的。菩萨修行，无量劫中，保持着精进不退转，靠什么？就靠这个愿力。啊，修六波罗蜜，啊，特别是布施忍辱。愿发了之后，要断烦恼，烦恼无尽是愿断的。这个地方入正定句就是断烦恼。啊，烦恼的根本是什么？是欲望太多了。那是烦恼的根，把欲望减到最低，啊，一门深入，常事熏修，一切都放下了，事出世间一切放下了，你心就定了，啊，心要定了啊，业障就消了，就这么个道理，啊。业障消了之后，要执中得本，啊，业障不消啊，积功累德是做不到的，啊，那么在四弘誓愿里面，法门无量誓愿学。它的确是有程序的，啊，学法门为什么？是为普度众生，
实际上呢，入正定居，在般若经上就讲的是根本智。知中得本呢，就是培植后得知，无所不知，你才能够应种种不同的根基，普度众生。这样你就得诸佛护念了。所以真正的诸佛护念，没有救度一切众生心，就是大慈悲心，跟诸佛就不相应。诸佛唯一的一个心愿，一切皆成佛。你说这还得了吗？所以你就能够得到一乘大法，一生成佛的法门，得这个无量寿经就更殊胜了，无比的殊胜了。阿弥陀佛示现给我们做榜样，今之就是现在啊。现在法藏大师说法一切誓愿，这就是第六品上我们所学过的48愿。48愿的愿愿都圆满了，悉皆圆满成就啊。古德的下面的果报就现前了。他得到如舍安住，这里最重要是是真实，这不是假的。决定不向设法界流道，不实在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六道十法界哪有安住？都是临时住啊。我们常常所讲的居无定所，到处流浪。人在六道里头，不到处流浪吗？在设法界里面稍微好一点，还算不上安稳了，算不上啊。十报庄严土，这才叫安住，这才叫安稳。为什么？这个世界永恒不变。下面注解要详细给我们介绍。具足为一，完全是心得。心得自然地流露。正报具足庄严，依报清净佛土极乐世界。在下面呢，给我们细说。如实安住，先讲实。真实一切实相，真如于法身。
如实安住，即如实而安住于此实相真实之际。啊，这个《无量寿经》讲三种真实。安住在自性里面，实相就是真相，世间法，设法界都叫做世间法。设法界里面所有的现象都不是真实的。佛家对真实有个定义啊，什么叫真实？真实的标准是什么？大乘教里面说永恒不变，那就叫真实。啊，凡是有变化的，那都不是真实。啊，那我们仔细观察，我们这个世间有没有真实？啊，动物，人是动物，动物有生老病死，变化了。啊，只要有变化，有生灭，就不是真实。植物有生住异灭，也不是真实的。矿物包括星球、星系，现在科学家都证明了，有沉住坏空。啊，这都不符合真实的定义啊。所以佛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现代的量子科学家就讲得更清楚、更微细。啊，讲到什么物质的现象，物质最小。我们佛经上讲微尘，微尘我们肉眼看不见，阿罗汉能看见。啊，可是比微尘还有更小的物质，阿罗汉也看不见。阿罗汉只能看到微尘，比微尘更小的叫色聚即微，这个阿罗汉看不见了。菩萨能看见，比色聚即微更小的有即微之微，啊，全教菩萨看不到了，也就是十法界里面的菩萨佛都看不到，啊，谁能看到呢？化身菩萨能看到。啊，《大乘经》里面有说，啊，即微之微也，八地菩萨才能看到。啊，这个多半讲的是别教，别教八地，就是原教的八住。啊，十住菩萨到第八住，他才能看到。啊，这个不能再小了，啊，这个即微之微也叫灵虚尘，啊，再就没有了。啊，现在量子科学家看到了，他们从仪器里面看到的，
看到最小的物质，就叫量子，啊，也叫小光子，啊，存在的时间非常非常的短暂，振动频率很高。啊，有物质现象，发现物质现象是假的，根本物质不存在。我们现在感觉的有物质现象存在，是怎么回事情？啊，是意念。在那个地方啊，让这些极其微细的这些粒子聚集在一起，产生了一个幻象，啊，我们称它是物质。啊，所以物质是意念的累积，一个连续的幻想，确实是刹那生灭。啊，正如同我们看电影，在荧幕上看到的画面一样。啊，画面里面的动作有快有慢。那怎么回事情呢？科学家的解释，频率不相同，频率慢的就变成固体，坚固的东西，啊，频率快的就变成液体，像水一类的东西，啊，我们身上的皮肤，这都比较慢的，啊，更快的呢，就变成电磁波，啊，是这么一种情形，啊，我们看到五花八门，完全是频率不相同，让我们产生的幻觉，啊，这是物质的真相，搞清楚。啊，物质是精神的累积。啊，换一句话说，物质的基础是精神。啊，精神现象变现出来的物质现象。那精神现象从哪来的呢？这个现在还没有确定的答案。啊，科学家现在说，精神现象是无中生有。这一句话呢，我们听到他没说错，但是他没说清楚，不能说的错。在佛法里面呢，精神现象从哪里来？从自信变现出来。万事万物都是以自信为本体，一个自信清净圆明体。一念不绝，从自信里面变现出一个阿赖耶。阿赖耶是依自性变的，没有自性就没有阿赖耶。啊，佛经上比喻，譬如形跟影。啊，我们在太阳底下站着，有个影子，
影子是阿赖耶。啊，人好比自信，所以阿赖耶是假的，但是它不离真的。没有人形，哪来的影子？啊，十法界一真庄严是从阿赖耶变现出来的，阿赖耶能变。啊，但是设法界一真庄严的法相，确实是自性以自性为体变现出来的。啊，自性能现能生，它不会变，阿赖也会变。啊，自性变的呢，就是一真法界。就是十八陀啊，所以诸佛如来十八陀完全相同的，没有两样。法性身，法性土，永恒不变。在十八陀里面，你看到的人没有生老病死，你看到树木花草没有生诸一灭，没有；山河大地没有沉诸坏空，所以叫它做一真。它跟我们世界不一样。啊，那么法藏菩萨所感得的佛土是法性土，非常非常的难得。他的四土都是法性土。这是不可思议也。誓愿的圆满成就，遍法界虚空界，只有弥陀净土有，其他佛土里头。所以阿弥陀佛称之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实相就是真如，也叫做法身。啊，或者称为法性身。如是安住呢，就如实而安住于此真实之际。这个里头给我们说的很清楚，性相也如，离四不二。他们住在真如实相之中啊！那问一下，我们是不是呢？说老实话，我们也是。那为什么我们会变成这个样子呢？我们是，但是不知道。确实是住在真如实相当中，你自己完全不晓，不晓得。
真的吗？一点都不假。只要你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此地就是真如实际。啊，坏在哪里呢？坏在因为你有妄想分别执着，就是你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把真如实相啊贬值了。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变成三途，都是你自己念头变的，跟别人毫不相关呐。如果你在这个环境里头还不满意，还怨天尤人，那你是罪上加罪。为什么呢？没有人来找你的麻烦，完全是你自己心态变现的。你迷了吗？你不觉吗？外面境界有没有影响你？说老实话，没有影响你。你要是我被他影响，为什么佛菩萨不受他影响？佛菩萨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所以他不受影响。那他就注意正法缘。我们自己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自己搞出来的呀。原本都是一真呐，都是诸佛的报土啊，也是自己的报土啊，自他不二啊。为什么要执着？因为你有执着，所以才有六道轮回。你不执着了，六道轮回就不见了。哪来的六道轮回啊？你问阿罗汉，问辟支佛，有没有六道轮回？他会跟你说：“我没见到。”为什么他没有执着了？见思烦恼断了。我们今天有见思烦恼，见思烦恼变现出六道轮回。你自己的烦恼，自己变的，自己变的果报自己去受。叫自作自受，与任何一个人都不相干。佛菩萨大慈大悲，来把你点醒。你真的觉悟了，明白了，见思烦恼一放下，六道真的没有。尘沙烦恼一放下，声闻缘觉没有了；起心动念一放下，十法界也没有了。清净佛土，具足庄严，这个时候现前。全都是自己的事情啊！
佛菩萨对众生最大的恩德，就是把我们点醒啊！我们不了解事实真相，我们以为事实真相真有，在这个里头受苦受难，啊，哪知道全是假的。真实之际就是真如本性。啊，他能生能现。在哲学里面讲，他是宇宙万事万物的本体，全是从他现的。他所现的一切现象，就是自性的，性相不二啊！啊，古人用精跟精气做比喻。啊，把黄金比作真实之极，啊，真如本性；把精气呢，比喻作法相。慧能大师讲的“能生万法”，啊，万法是法相啊。那法性在哪呢？法相跟法性是一体的。法性就是法相，法相就是法性啊！啊，用黄金做一个手镯，手镯是相啊；做一枚戒指也是相啊；做个项链也是相啊。相不一样，性一样啊，全是黄金做的啊。所以设法界一真庄严不一样，相不一样，性是一样。真如本性，一个性，所以变法界虚空界跟我们什么关系？一体，一个性体。啊，这个认识不容易啊，现在人连父母都不认识了，跟父母还要吵架了，跟父母还要分家了，成什么话？中国人讲孝道，你看孝字什么意思？孝字是会意，让你看到这个字你就晓得上一代跟下一代一体，它上面是个老字，下面是个字字啊，老是上一代，字是下一代，是一体。啊，这个就是佛家讲的法性跟法相的关系啊。法相是老啊，这个法性是老啊，法相是自啊，一体，一不是二啊。啊，这才是事实真相。啊，诸佛菩萨爱护一切众生，是爱护自体。迷惑颠倒的众生，他不知道事实真相。啊，他只顾自己去害伤害别人，
这大逆不道啊，这个是错误啊。啊，我们一个人的身体外有眼耳鼻舌身的五官呢、啊，里面有五脏六腑啊，它是一体，一个整体。啊，不能说眼睛我独大，你们都得听我的，没这个话，平等的。啊，哪个地方出了麻烦了，出了毛病了，大家通通有份。啊，多多关怀啊，多多照顾啊，啊，一定要合作。啊，为什么一体？身上任何一个地方有痛眼、痛痒，全身都感觉到。啊，一定要把痛痒把它治好，大家都安心了，每一个器官都正常，每一个细胞都正常，这个人身体健康。哪一部分不健康了，麻木了，那个地方生病了。所以六道十法界是病态，是不正常，是迷惑颠倒造成的。啊，佛菩萨来帮助，那不是应该的吗？啊，迷了自性不知道是一体，觉悟自性的人知道是一体。啊，知道是一体，自自然然全心全力来照顾你。啊，可是迷惑颠倒的人，对他的照顾不但不感恩，而且还排斥。啊，怕你害他。这是迷悟啊，两个完全不同的境界。我们今天很不容易啊，从迷走上了觉悟。这个缘分，百千万劫难遭遇啊！努力加一把劲，走出去就成佛了，永远不再迷惑了，永远不退转了。啊，这就是如实安住。那叫简言之，即安住于诸法之实相。实相者，正本经之体也。啊，实相是什么？真如自性。啊，那么无量寿经的经体，就是无量寿经从哪里来的？佛说的。佛根据什么说的？佛根据真如实相说的。因为佛证得真如实相，所以他能说得出来。真如实相是所有大乘经的体。啊，一切大乘经都从真如实相流出来。
跟小乘经不一样。小乘经还是从阿赖耶流出来的，从阿赖耶的善心所流出来的。六道里面有不少的众生，真的是迷惑颠倒，随业流转的，那是从阿赖耶烦恼心所里头流出来的。六个根本烦恼，20个随烦恼展开，84000烦恼，无量无边烦恼，归纳到最后三个贪嗔痴啊，叫三毒啊。三毒还可以归纳成一个，就是贪。为什么嗔恚呢？你贪不到才嗔恚，贪到就欢喜啊。所以根本就一个字，就一个贪呢。那个贪多可怕了。世尊在楞严会上告诉我们，贪嗔痴感得的三灾，叫大三灾啊。贪婪感得的是水灾，嗔恚感得的是火灾，愚痴感得的是风灾。大三灾。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又实相即真如，故如实就是如如，如实安住啊，即金刚经之如如不动也。如如不动，这个意思很深。不是说我们一般不动，不是这个意思。是说心不动，念头不动。你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那叫如如，那叫不动。众生有感，他自然就有应。应的时候有动啊，应的时候就现身了，说法了。释迦牟尼佛应化在我们这个地球上，3000年前，他示现给我们看的。住世80年，中国人讲虚岁80年。80年，他哪一天没动呢？天天都在动作。每一天日常生活。教学、托钵、
解答一切人的疑难杂症。啊，每一天有多少人去看他，向他请教？啊，佛慈悲呀，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啊！佛到这个世间来，不为别的，就是为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嘛。他所使用的方法就是破迷开悟啊。所以身行啊，身就动了，言交啊，口就说了，哪有不动呢？其实他真的不动，我们看到他动，实际上他没动，他如如不动啊。所以世尊曾经说，般若精神下的他一生没有说过一个字。如果有人说佛说法，那叫谤佛，他统统否定了。那明明是有动，怎么说不动？他真的没动。他没起心，没动念，他实现什么？他一生没说一个字，我们说话是通过思考的，有说，他说话没有通过思考，而且还没有通过起心动念，完全是感应，众生有感，自然就有应。这一桩事情，佛在经上有比喻。啊，譬如敲钟，大扣在大名，小扣在小名，不扣在不名。你敲钟的时候，钟响了，回应是响了。那个钟有意识吗？哦，你敲的重，我响重一点，他有没有这样想法？他没有。所以叫说而无说，无说而说。行而无行，无行而行。这个意思太深了。啊，只有化身菩萨知道啊。一般人哪里会知道？啊，大乘经上我们常常看到，那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那个定就是如如不动。啊，那且是比喻。啊，那且是什么呢？龙象。龙我们没见过，象看见过。啊，你仔细去观察象。你看那个象的态度，站着也好，走着也好，啊，蹲着也好，都像在定中的样子。啊，不慌不张，慢吞吞的，啊，就像在定中。啊，用这个比喻啊。
行住坐卧都在定中。换一句话说，行住坐卧都是如如不动。我们凡夫看不出来。事实确实如此。他的心清净，丝毫染污都没有。丝毫的念头都没有。有念头就有染污。有染污就有波动的现象，它就动。没有染污，哪来的波动现象？所以，他们应化在十法界，全是感应，法而入实。你跟他在一起，有说有笑，他怎么样教你？其实他真的没动，跟你说了许多话，说而无说。替你办了很多事，无足而足，足而无足，这叫得大自在呀！这叫真解脱。它管用的不是不管用啊，用处可大了。大到我们无法想象，只能用不可思议去形容它。如如不动，不是凡夫境界。阿罗汉得到少分。有一点这个样子，不是真的。菩萨得到的是多分，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才真的圆满的如如不动。在极乐世界，凡是往生的人都入这个境界了。待业往生，一品烦恼没断，不要紧。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48愿本愿威神加持，你就得到了。你每天坐在阿弥陀佛讲堂听经，听阿弥陀佛说话说法，同时你可以化无量无边身到十方世界去供养佛、修福，听佛说话开智慧。自己这个身又没有离开释迦牟尼，没有离开阿弥陀佛。在阿弥陀佛面前呢，无量的分身出去了，如如不动啊！修福修慧呀。哪像我们在此地修一点小福小慧，可费劲了。西方极乐世界修无量无边的大福大慧，它不费劲啊，没动啊。你要真正了解这个世界，
你能不去吗？赶快去啊！越早越好啊！何必在这个世界受罪呢？求生极乐世界的心还不切，原因是对极乐世界不认识、不了解。真正认识了解了，你就会想到要赶快去。认识清楚了，搞明白了，还想在这个世间逗留几天，那是为什么呢？肯定还有一些有缘人，这些有缘人要帮助他，要带他一起去。如果这个事情没有缘了，没有缘就是你视线，你讲演，他不喜欢听，他不喜欢看，他讨厌你。你在这个世界没缘了，没缘就赶快走。哪里有缘，哪里去啊？没缘就走路啊！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这些还没觉悟的人。迷恋在七情五欲，迷恋在贪嗔痴慢，醒不过来，就随他去吧。他们不喜欢佛菩萨。讨厌佛菩萨，佛菩萨不来了，佛菩萨离开了，到哪一天受苦受难，受够了，不想再受了，再想佛菩萨，佛菩萨就来了。佛事门中有求必应，他就来了。你有求他的时候就有感了，佛菩萨就有应了。世间人会记仇啊，冤冤相报啊，佛菩萨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念头。记仇心就不清净了。佛菩萨的心一尘不染。恩怨都没有，恩怨都没有，为什么一体？但是为教化众生，佛菩萨的视线一定表演报恩，做给你看，不记怨恨。也表演给你看，教初学嘛，教六道众生嘛，得用这个方法，他出不了六道，不是佛菩萨没能力，是你自己不愿意，能不能出六道，能不能往生，能不能成佛？完全在你自己，你真有这个心，真有这个愿，他帮你忙。他把这个道理讲给你听，
方法教给你，你依照方法做就行了。他没有办法带你做，你有苦，他不能带你受苦；你有乐，他也不能带你享乐。啊，这都是事实真相啊，不能不知道啊。啊，有实相就是法身。往生论语，有相说观察庄严佛土功德成就，庄严佛功德成就，庄严菩萨功德成就，此三种成就愿心庄严。因此，六说如一法具故，一法具即清净具，清净具者为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故。这是《往生论》里面的一段话，相说。这不是才说，过去说过很多次了。啊，一向所说的观察庄严，佛土功德成就，这一句讲的是极乐世界。啊，你看看极乐世界的庄严。啊，他这个庄严怎么成就的？前面我们读过了，法藏菩萨48愿成就的。啊，无比的殊胜庄严。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为什么？不是为自己享受，自己的享受在常寂光里头，没有任何形象。啊，极乐世界有形象，它没有变化。啊，所以这个法界叫一真，跟十法界不一样，十法界是虚妄的，啊，这叫一真，唯一真实，从自信所生所现，这个里头没有阿赖耶。往生的人，所以待业，待业就是有阿赖耶。但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它不起作用。所以时间久了，自自然然就淘汰了，它不起作用了。啊，时间久的时候，自然就没有了。我们讲无始无明的习气，啊，自然淘汰了。啊，那么极乐世界用什么方法？教学。阿弥陀佛每天教学不间断了，啊，
到那个地方去，常年的是去学习。啊，佛讲经说法，你真听懂了，你真有悟处啊。所以永远听不厌呢。啊，真正是所谓教不倦，学不厌。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天天有悟处，即小悟就成大悟，即大悟就大彻大悟。没大彻大悟之前，真的是靠阿弥陀佛本愿加持，啊，让你以没有断烦恼的身，啊，这个待业去往生的身，享受阿惟越致菩萨的待遇，这个是十方世界没有的，只有极乐世界一个地方有。啊，所以说一往生的人皆作阿惟越致菩萨。啊，阿惟越致菩萨是十报图里面的菩萨，十报庄严图，啊，也就是化身菩萨，啊，同居图、方便图没真化身呢，但是到西方极乐世界，有化身菩萨同样的待遇，你的智慧、神通、道理。啊，听经接受教导的能力都像化身菩萨一样。啊，所以为什么叫极乐？欢喜啊。没有一天你不欢喜啊，天天在进步嘛。没有一时不欢喜啊。这叫极乐世界啊，这个欢喜是从自信里流出来的啊，不是得到物质上外面的享受，不是的，内在的觉悟啊，我们在此地跟极乐世界那怎么能比呢？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修行，真正的功夫就是放下了。哎，每天都放一点，每天都放一点，真欢喜啊。啊，世间人每天想得一点，每天都想多得一点，得的越多，烦恼越多。啊，没有得到的时候想得到，得到的怕丢掉，那个患得患失的心啊，永远放不下。啊，所以他生活，他说苦啊，苦就这么来的啊。啊，菩萨的路上，菩萨是个悟处啊，放下了，越放下越轻松，越放下越清净，越放下越欢喜。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孔子都如是说。
诸佛菩萨都懂得，世出世间第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教学，教快乐，学也快乐，真乐，这不是假的。 与信德完全相应。第二句，庄严佛功德成就；第三句，庄严菩萨功德成就。你看，佛土那是学校啊，道场啊，我们学习的环境。 佛是老师，在极乐世界，老师是阿弥陀佛，而且在极乐世界，你跟阿弥陀佛天天见面，世界那么大，人那么多，阿弥陀佛怎么能跟你天天见面？ 阿弥陀佛，无量无边的应化身，确确实实，一天天看到他。你在同居图里面看到的阿弥陀佛化身，你在方便图里面看到阿弥陀佛现身。 你在十报图里面看见阿弥陀佛化身，天天在一起，一时一刻都没有离开。不离开，又同时能清净十方一切诸佛。 为什么？弥陀有应化身，你也有化身啊！你也可以有无量无边的化身，而这个化身它真有作用，跟着你一样，没有两样。不是像变魔术变的化身呢，它不能办事。 佛菩萨的化身能办事，能应化到十方世界，帮助诸佛教化众生呐。他们通通能做得到啊，都有这个本事。菩萨这就是学生。 往生到极乐世界去求学的，极乐世界就这么单纯，世界无比的清净庄严，只有两种人，一种老师，一个学生。 没听说有过往，没听说有政治组织，没有，也没有听说有士农工商，各行各业，极乐世界全没有，极乐世界好像是个大学城。 他什么都不缺乏，什么都没有，奇怪了。每一个菩萨所居住的寮房，我们讲寮房，大家好懂。
都是变化所作。疗房里头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什么家具都没有。想要什么东西，他就先抢了；不想要就没有了，这多自在啊！啊，你是从我们中国去的，偶然想到的时候，《大藏经》，《大藏经》就摆在书架上了。不祥的时候就没有了。我们祥的时候，中国有一套好书《四库全书》，你看那四库全书就摆在那里。一切法了，应念而生。你想它就有了，就现前；不想它就没有了。不用收拾啊！想吃，那像皇帝的这个饮食啊，皇帝吃饭是100道菜，你这一动念的时候，100道菜就现前了，不想吃就没有了，不用厨房啊，不需要人去烹调。这是什么？阿弥陀佛48愿威神成就。这个世界是真正的大自在，什么都不要操心了。老师无量寿，学生也无量寿。活动的空间，我们一定要晓得。今天我们在地球上，活动空间不能超越地球。实在讲，就像坐监牢狱一样啊，你没办法超越。地球像什么？在太空当中，还不就像一个太空船一样？在空中，四面没有依靠，到底往哪里走？不知道，没人晓得。只晓得跟着太阳，但是太阳也是在走，太阳在绕银河系。银河系相比的时候，一定也是在走，然后更大的一个星系，我们还不知道，太渺小了。这个渺小是渺小是迷惑造成的，你要一开悟，不是这样的。开悟之后，你只要到极乐世界，你的活动空间是变法界虚空间。修到一定的程度，十报图还是有等级的，41个等级。到高层的，能够入微尘世界，微尘里头有世界，你能够进去。能够用应化身进去。微尘世界里头还有微尘，那个微尘里头还有世界，重重无尽。经上明白告诉我们，普贤菩萨能入。凡是修净土的人，都是普贤菩萨。本经第2品品题就很清楚。
贤公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啊，所以极乐世界就是普贤菩萨的世界，净宗法门就是普贤菩萨的心门。啊，我们在此地修学，啊，每一天同学们在一起分享，都感到很快乐。那到极乐世界的路，我们无法想象了。我们这里道场不大，同学不多，到极乐世界，道场太大了，同学无量无边，数不清啊。啊，阿弥陀佛讲经，不要用扩音器，无需要科学设备。啊，阿弥陀佛说法，没有一个人听不清楚，没有一个人听不懂。这都是本愿为神加持。论点上告诉我们印制啊，啊，略如啊，略说如一法具故。一法具者为清净具，清净具者为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啊，什么叫清净具啊？就是真实智慧，就是无为法身。精进如是安住，即是安住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故即是入清净句。此清净是二种清净，一者气世间清净啊，二者众生世间清净。这是具体为我们说出来，如实安住。安住这两个字，在十法界里头有名无实。为什么？即使你有大福报，你在这个地方安住，能住几年？我这里有一把扇子，这个扇子上面是清朝，是个皇帝。顺治皇帝安住在他那个皇宫，他那个地位只有18年。他就得走了，不安了，没住啊！啊，康熙这最长的了，61年还得走路啊。雍正13年，乾隆60年，
宣统就三年。设法界里头没有庵也没住，都是临时挂单的，像住旅馆一样。这个要知道啊，真正安住那是生到诸佛十八土能安住了啊，至少在华严经上讲的，你在那里安住三大阿僧祇劫，如如不动啊！啊，三大阿僧祇劫之后呢？十报图一变，变成常寂光图了。那回归自信了，那就是真舍之际啊，所以在十报图里面，确实是你享受到的真舍智慧，无为法身。啊，十报图里面，佛菩萨都非常清楚，非常了解一体啊，情与无情同一体啊。换一句话说，这一体的这个感触就是浓厚的伦理啊，一家人这当然，为什么呢？他起心动念没有了，自自然然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华严经上讲的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在这个地方看到了。啊，这个智就是真实智慧。啊，这个体就是无为法身。啊，它起的作用，自受用是学习。啊，每一天听佛讲经说法，他受用。是与十方世界感应道交，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啊，感应前面我们学过，有四种：显感、显应、显感明应、明感显应。敏感、敏应，有了四种不同。啊，这是什么？这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这就是落实法救一切众生心啊！从前曾经发过这个愿呢。现在已经证得法身了，当然兑现。啊，而且兑现是非常自然。佛经上用一句话形容它：法而如是。啊，本来就是这样的。啊，这一桩事情，你不要起心，不要动念。不要去想他，不要去说他，他就是这样的。
那么清净句是二种清净，第一个气世间清净，我们用世间话来形容它，太平盛世啊。第二种呢，众生世间清净，盛世居民，生在太平盛世的这些人呢，这不是人间的太平盛世，是设法界里面的佛法界的太平盛世。在这个时代，所有妖魔鬼怪都成佛了，再不会听说有一个是损害别人的这个念头，念头都没有，哪里会有行为？真正的和谐，中国人讲和睦，和睦的意思比和谐好，和睦里头有亲情。此一法句，是二种清净与上述的三种庄严。这一法句里头，就是由气世间清净，众生世间清净，跟前面讲国土庄严、佛庄严、菩萨庄严，这一法句里头啊，含的有这么多的内容。故云具足庄严，如往生论注云：此庄严寺，纵使毗首结摩，毗首结摩是天地名，此天善工艺，巧变化，思建筑，这个天地就是它的特长。这是一位艺术大师啊，功成绝妙啊。即思皆想，岂能取图？这取图是慧妙啊，就是像这样的艺术天王，他也做不到。极乐世界这个图他也画不出来。极乐世界这个工程呢，他做不出来。这是以毗首结摩天王他的这个艺术才干，对极乐世界都感到不可思议，何况其他众生信者本意信是什么根本的意思，能生即净，所生也能不净。故今言随其心净，则佛土净。净中的真理就在这一句那么修净土的人不能不知道佛在经上常讲一切法从心想生。那我们想清净，净土就会现前。我们还有
一些很混乱的想法，许多的杂念，这不清净了。不清净就不能感得净土。所以我们要记住一桩事情。老人常说，早年李炳南老居士就常讲，他在台中居住38年。创办了台中联史、台中慈光图书馆，他还办一个老人院，还有个菩提医院，还有2个托儿所，这是他老人家做的事业，常常跟我们说，念佛的人多。真正往生的人少，老师的德望，敬仰的人很多，台湾各地参加台中联社，作为联社的分支机构。非常之多，有几十所，联社联友总共，我跟他的时候，那时候10年了，台中联社10周年纪念，联友有20万人，我在他的身边10年，我离开的时候。联友增加到50万人，老师说，真正往生人，10000人当中只有2、3个，真往生的，就这个数字的时候，也相当可观了。38年，就算10000人当中3个吧，50万人了。三五也有150人，是不是？要是每年都有150人，30多年，相当可观了。到极乐世界都成佛了。太难太难了！我们最保守的估计，这个台中莲社成就的这些诸佛如来。至少500人以上，那是决定不成问题。这最保守的数字。老师一生能度500个人成佛。弥勒菩萨说：“你一生能度2个人成佛，就比自己功德大。”度500个。那不就是阿弥陀佛再来了？这真的不是假的。所以关键呢，就是随其心境则佛土净。我们把这一句话要抓到了，我们就决定得生。念佛临终为什么不能往生？心不清净。
与净土不相应。为什么不清净？没放下。啊，还有牵肠挂肚的事情没放下。一桩事情放不下，就障碍你往生了。真正想在这一生往生的人，啊，同学们，你要记住，彻底放下。恩爱要放下，怨恨要放下，啊，其他身外之物那就不必讲了。你要知道，没有一样东西你能带得去的。啊，你所喜欢的东西，极乐世界全有，用不着带去，实在讲你也带不去啊。啊，真想去的，心地很单纯，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啊，一部《无量寿经》，其他的统统放下，不要再搞了。啊，如果想学其他法门，到极乐世界再学，不迟。啊，到极乐世界，大家是无量寿，有的是有是时间。啊，而且你在此地学，你找不到一个好的老师教导你。你到极乐世界去，你有能力每一天亲近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啊，这些诸佛如来在因地啊，他所修学的法门不一样。你可以找你喜欢的佛菩萨啊，教导你喜欢的那些法门。所以到极乐世界去学习，稳稳当当啊，在这个地方学习浪费时间，浪费精神啊，而且学不好，把往生耽误掉。往生的时候有种种瑞相，都不能证明那是真正往生。啊，有很多人问呢，我的亲戚朋友有没有往生呢？当然，人家说往生安慰你呀，不是真的。啊，真正往生是在他临走的时候，他告诉大家。啊，告诉身边人，阿弥陀佛来接引我，我跟他去了，这是真往生，那就一点都不假。啊，我们虽然没看见，他看见了。啊，佛来接引他。啊，不是这样往生的，都不可靠。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一生的语言掌握住。啊，语言里头最重要的就是清净心。啊，修净宗的，你看经题上给我们摆了三个目标：清净、平等、觉。清净、平等、觉五个字通通具足。以防往生极乐世界是十报庄严土啊，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见到报身如来啊。如果你往生去的时候大彻大悟，没有觉，你有清净平等，
你见的是应身弥陀啊，方便有余土地。如果你是得清净心啊，平等觉你们还没得到，一生凡圣同居土，一见化身弥陀，真去了啊！西方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虽然有四土三辈九品，真的它是平等境界啊！登记有没有？真有，但是活动在一起，没有差别啊！这也是西方极乐世界跟他方世界不一样的啊！我们这个世界，释迦牟尼佛有十宝庄严土，有方便有余土，方便有余土就是十法界的四圣法界，有凡圣同居土就是六道，但是它有这个别，它不在一起。啊，我们的凡圣同居土里头，凡夫见不到圣人，圣人见到凡夫，凡夫见不到圣人。啊，在极乐世界，凡圣共居一堂。啊，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力量成就的啊，所以这个不可思议在极乐世界，我们熟悉的这些菩萨天天都见面啊，观音、释智、文殊、普贤、弥勒菩萨、地藏菩萨，天天见面。啊，每一天跟这些人在一起。中国古人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天天跟这些大菩萨在一起，你不知不觉，你就成了大菩萨。天天跟诸佛如来在一起，不知不觉了，你就成了如来了，你就成佛了。在那个地方啊，根本你就不会起心动念了，烦恼习气自自然然淘汰掉，一天比一天少啊，智慧一天比一天增长，神通道理跟佛很相似啊。啊，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一得到佛力加持，就有能力在十方世界应化去了。啊，十方世界跟你有缘的众生，啊，他是时时刻刻不断的送信息给你。这个信息波，一念之间周边法界，你当然受得到，受到之后自然就有反应啊，收到不是去研究，不是去想一想我该怎么去帮他，不是的，没那么多麻烦的。
自然的。啊，像《楞严经》所说的，随众生心，应受之量。啊，他是什么样的心量？你应的跟他的心量相等。他会接受到他能得利益。啊，应该现身帮助他就现身。应身化身，随他的意，不是随自己的，自己没有意思。这一点一定要知道，自己叫无为法身。应化的时候无所不为。啊，无为无所不为。啊，我们今天做不到什么？我们今天有为，有为就有所不为了，就没办法。啊，无为才无所不为，般若是如也如是，般若无知，无所不知。啊，我们今天有知就有所不知，这麻烦在此地啊！啊，真正把这些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无比友好啊，有真察境啊！啊，无才能得到一切，一切法有得不到。为什么？因为真的到无了，他跟自信通了。自信里面，你看慧能大师不是说了吗？何其自信，本自具足。那本自具足，你就取之不尽，你用之不竭。所以无为才能无所不为，无知才能无所不知。明白这个道理啊！啊，无为跟自信相应的，有为跟自信不相应啊！啊，有为是自信里本具的智慧德相，是一样都不能现前。啊，你必须现学现卖，学得很辛苦。啊，卖的也不诚意。啊，所以最聪明的人听话，一切放下。这最聪明的人，什么都不要放在心上。啊，走到哪里没事啊，若无其事啊，这叫得大自在。那个时候你就安住了，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安住。啊，为什么呢？遍虚遍法界虚空界是一个自信清净圆明体，你安住在自信清净圆明体上，就是你安住在无为法身上。啊，真正得到安住。啊，不觉悟没有安住处，一觉悟安住处得到了。啊，处处皆是无为法身，处处皆是庄严佛土，啊，清净佛土。清净心重要啊！日常生活当中不设清净心，真修行啊，真的是弥陀弟子。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